还记得上次我们泡胡子什么特性了吗？老师，上次你说他是建筑师。现在那个暗色金字塔出现大量的巨石，我说那意思就是这种石头啊，就像犀牛那皮一样，一层一层的。我那个石头是这样一块一块的，一排一排的。后来出现这些东西，像什么甲一样，就是屋脊两侧会翘角，它那个石块是可以这样旋转的，就像有时候现在坦克或以前坦克外保一层保护壳，右面这个小腹这一块都是明亮的。这身体好像是可以从这样撕开，我们人好像跟石头人一样。这个石头人不是传说吧？夫子把我们变成石头人，哈哈，这些比喻可能是最早对夫子的表述。铁石心肠，小腹，肠道里面就是一个很老的，应该100年前或者是150年前的一个城市，然后车水马龙的，怎么会出现建筑？怎么出现灯光？跟上次一样，欧式的一些建筑啊，很多图样图案，平民的房子那种建筑，墙角那个位置有凸起的东西，像泥土做的房，有蓝色的布，怎么会有布呢？这庙里面不应该出现这些景象啊，有窗，室内的家具设计都出来了，挂在墙上的柜子。屁股到腿还是有点凉，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它是从上往下热。整个身体就像一个通亮的，就像夜晚啊，一个建筑被照亮，里面全是灯打开的一样。这个植物是在身体内是可以滑动的，古建筑出现了舷梯。现在我的两个耳朵，右耳朵有点疼，像是开放式的，左耳朵那儿在痒，像是有螺旋。有一个特别精巧的结构在这个耳朵里面，这个喇叭是干什么用的？它这好像不是听，而是要往外放东西的感觉。左耳旋转往里，右耳呢是打开，里面呢有一个像喇叭一样，它设计的像金属做的，不是木头做的一个，是对外面的高音喇叭。它现在没有放，还是放了？我不知道。左耳是里，右耳是外，砰就出去这种。它这个景象是瞬息万变的啊！本来是平墙嘛，它咚就鼓出来一个雕塑的脸啊，现在变了45分钟了，怎么都越走越斜是吗？从屁股这儿开始啊，这画一条线，这个位置啊，它是热，比较亮。后面这个地方跟腿是颜色差不多。为什么我关的不是走廊，是隧道。我的身体有那种就像雪人化了的，但它不是水的那种质感，它融化的东西不像，就是密度非常大，很有粘性。自我粘粘性的那种雪的感觉。觉得我的身体突然就变成了那个木头的了，木匠抱的像木方似的，就很表面上不能说很光滑，但是很干净，利利索索的，也没有那个往下滴啊什么的。刚才那个灯之后啊，出现了无数的像那个黑色的猴子一样，从整个外面往上爬。往拉远一看呢，就好像是一个建筑物外面。这个猴也是刚才那个天线的一部分，我感觉它。它有个悬浮的一个闪亮的东西，像水晶一样，在这个小肚子外面有个拉链儿，然后一个口袋，到底是干啥的？脏腑没感觉出来啊，那小肚子。雪地上有帐篷，但这个帐篷我们没见过。这个帐篷像眼睛一样，你要细看它有多少层的话，大概有30到50层，没见过这样帐篷啊。外形类似于我们地球上的帐篷，但是它是椭圆，这好像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东西啊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对啊，是我们身体上的东西。上一堂课我还夸夸说这家数学家呀，什么建筑师啊，鲁班后代，现在突破小宇宙都感觉都，这玩意儿还跟外星联系，你说你这药，你好好一个药，你说你这突破性太大，还搞2个天线，还搞2个小喇叭，还有个接收器，这科学家都没你这么科学。还有很多现代绘画、现代艺术的东西也融在里面。你看我们现在变了1个多小时吧，1小时零20分钟了。它为什么跟现代的艺术、现代设计很多东西结合在一块儿，包括天文的东西？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？这个是给谁服用的？这个很多科学家是不是也可以多用点夫子？科学界的人啊，可能要多服用一些这个。不仅仅是建筑专业啊，我觉得很多专业啊，搞物理学的，搞很多学科的啊，天文地理的，历史。我那天不说了吗？我说所有的学科都在哪个里面啊？都在物理学里面啊。物理学可以包揽所有的学科，包括艺术，包括这个逻辑学，因为物理是大科嘛。所以我觉得夫子有助于科学家们使用。这个像牛顿级的可以用啊，这个我们做个几个产品出来。这味药不简单，可以销往全世界啊，那些顶尖的科学家们，每人给他发一粒啊，这有助于整个科学的前进。
现在变了快一个半小时了啊，马上11点了。夫子我们称为科学界的伟哥，因为我这个夫子啊，我上次跟现在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啊。他呢是重新组合，我老觉得他把我们身体，他之所以把我们身体变好啊，对有益的地方就是身体组合，重新组合。上一次我们在北京变酒的时候，是很明确说，这个酒并不是生发出来能量，而是掉身体的能量。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，对。因为我们是掉身体的问题。我们接触过一些患者，那能量，体内的能量不得了，威力相当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呼吸都不用很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那么一点点进来，你就跟内燃机一样。我现在观点还是，我们身体自身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这自己把自己养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自身的能量非常强大，随便这么一动，都烧你受不了。这个，你看我们的念也好，各种方面，跟念那个能量太强了。所以人很渺小，但有的时候也很伟大。想调整我们自己这么渺小一个小人儿，还用多少能量啊？